素材怎么找？这其实这个不用我讲，大家会 Google 就可以找。但是有几个比较推荐，如果你在做学科相关的解释的话，我还蛮推荐这几个网页的，去看一下，就是教育研究院的网页，它有很多我们现在九年一贯啊课程里面的一些可以使用的素材，然后学习资源网啊，补救教学平台，然后特别要注意影片的版权的问题，所以你在做影片的时候，你选的那些素材，最好是能够符合双 CC 的那个模式，就是说你录出来大家是可以转制都 OK 的，不会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小心，不要原本大家好意去帮忙，但是其实做了一堆然后就有被，像刚刚大陆影片如果是公开的，那一定是被告，因为那都是违反版权的。